前，习近平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及社会各界代表，以及飞虎队和史迪威将军后人、古岭、艾奥瓦州、华盛顿州等方面友好人士代表，同他们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。 感谢他们为促进中美人民友谊与了解做出的贡献，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，相信中美人民友谊和两国关系将持续传承和发展。欢迎宴会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、亚洲协会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、美国商会等友。